今天特地来亲眼来看我们逢甲大学在学生的宿舍上面哦所做的种种的努力哦，看起来非常的现代化，还有很蛮有设计感的哦。那今天我们也非常的感谢哦，我们的教育部哦的简报啊，对于我们学生的住宿哦的一个改善的方案哦。那这个改善的方案哦是针对我们大学来做的，所以我们很高兴哦，在这里宣布今年九月开始哦，我们要打造年轻世代宿舍新环境的一个政策哦，它有四个重要的策略措施哦。第一个哦，就是针对家户所得70万以下的这以及中低收入户的弱势的学生哦，如果在校外租屋的话，每人补助有1200到1800的租屋补助哦，那就看你所在的城市或所在的地方哦，那有不同的补助的金额哦。那么第二个呢，针对校内宿舍不足的情况，我们也鼓励补助学校租用合法的住宅哦，透过良好的规划管理，让学生能够安心的居住哦。那第三个，如果学校愿意改造宿舍，我们也对于贷款哦利息做补助，这个把校舍改建为宿舍，我们补助100%的利息。换句话说，你借钱是不要利息的了哈。那而且不是像以前一样，你贷款的1亿额度以下我们要补助，现在是没有的哈。那新建的宿舍呢，我们是补助50%的利息哦，给学校最大的帮助哈。那第四点呢，学校对于改善宿舍基本的设施规划空间，我们也有补助哈。整修宿舍是一床补助40000块，那我们把校舍改建成宿舍的话，每一床补助80000块。我们要透过这些的政策跟规划哦，那我们能够期待在5年内达到3个重要的目标了哈。第一个，我们减轻130000人次的弱势学生校外租屋的负担哈。第二个呢，我们增加校内外的宿舍30000床啊。那第三个，整修既有的宿舍64000床。那换句话说，我们希望让现在正在就学的同学啊，在住宿上面啊，有一个更好的安排，那更舒适的这个居住的环境啊。那我们久闻这个逢甲的这个名声，所以今天真的要来看一看，我觉得逢甲其实蛮有远见的哦，能够塑造出来一个宿舍哦，而且年轻人喜欢的宿舍的典范哈。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我们各位同学在居住环境改善之余，学问可以更好，功课可以更好啊。那国家也因为我们的年轻人的进步，国家也一起进步。谢谢。